来吧，两大猫爪脱模。怎么这么大个泡？完犊子，我还做了好几种配色的，凉凉，断身，好疼啊！啊！这一胶都会打磨哈，盖子我重新做一下吧，只能这样了。看，这是一个爱心，有点不对焦，完了，手给我夹流血了，无语了我。烟灰缸，我估计有好多人买回去根本都不舍得当烟灰缸，当个收纳盘也可以呀、啊，在那个玄关那里放钥匙。这不是缺口啊，这是放烟的位置，看到了吗？